你的外卖，真的快过年了，现在送外卖的辛苦了啊！ 你往前走，急走交友个转盘，转盘那里人多，你去问吧，我不上班。你们是那个玩阿姨给我介绍那个女孩子呢？我表哥呢？表哥不要我了。我不要你就对了，走吧。他送你很多女朋友。大什么说？他送你好多女朋友。对，这种人就是捡便宜当朋友一道的，走，找他算账去。 哦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怎么跑了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小声点行不行？小声点，过来。这里有什么吃的？不知道。哦，这服务员，那有没有西红柿炒蛋？这个卖完了。卖完了，那来一份。 蛋饺、西红柿吧，这个还有，有啊，没卖完这个，那来一份吧。那你要饭吗？怎么？要饭吗？敢走敢走，你瞎你，像我这个条件，下次要饭的吗？别动，这个条件，哎呦我的妈！那来不赶快去上菜？服务员，真的没水，这服务员，什么服务员呢？这个院是我的，火肥牛。 凳子进来吃播了，真的吗？对呀，还让大家找饭呢。看，怎么着啊？不是啦，这么奇怪，不是啦。哇，这这这正好，这凳子都被你坐烂，真的，一天天的吃那么多干什么？真的是。这凳子质量太差了，我轻轻一坐它就烂了。这手这怎么这真的是？大家一起去帮忙找凳子过来。好好好。来过来。人妖，坐这个。来，坐。 肥妞，坐这个，坐这个，这个怎么做呢？真的是，再去找这个东西的，真的是。肥妞，坐这个，坐这个，这里。错，再去找。再去找力气大的，这个能做吗？这个做不了。哎呀，肥妞，就我这个，我这个好玩。肥妞，坐这个，我这个好玩。肥妞，坐这个，我这个好玩。坐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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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。坐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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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这
肥妞。啊，我还是单车吧。对啊，还是我们的单车适合我们家肥妞。来来，坐好，上车。哎，表哥，等一下，好像凳子够了，我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凳子啊。凳子七。